去的。阿泰这个地方想要去探视，但没有想到是直接被蹲了。哎，但是上路的话直接配合到，他单挑能力非常强，是基本上除了啊父子花木兰嘛，没有什么敌手。这个一双安定打到，还是黄忠这个大招非常的不错，挥这大招不错，黄忠扎下来。到你这个位置开大招强行秀，但瞬间被打了一半血，我刚大招给的很好，去找机会找阿泰，但这个位置还不走吗？很危险，这边阿泰踩三个还能打，转身再反杀一个，再扎起来跟上一步也走不了，这波直接打了个零换四，是这波稍微有点太过于激进了。到你这样的一个位置是打得太凶了，是半血的时候套到刘邦大招，但是 ITC 都得要去管，而 XU 此时又开了主宰，是进退两难，里面想抢就晚了。黄忠三炮打下去，看见直接被配合下，直接被打死。这个位置的话非常难受，这次把直接撞进来，再撞那一点，但是一个人应该是很难收掉这个黄忠的。那这波还有人在配合，下这边被击杀，到你这个状态还不错，但是阿泰这边将近还是满血，连同时换掉，两具尸体隔冰相望。是的，有一个超级冰在。我硬不这里太难受了，吃不住。是最后一下点掉了。那么恭喜 X Trap 被粘到，再炸下那可能还是走不了。看一下这个扇子，是的，没有丢中。两个残血，但是要减需要后了。奈特告诉你，生命当中总有惊喜。转角遇到爱，哇，想杀其实有点难。对，现在边路已经没有边野了，其实李白这个地方有点难刷大。刘邦直接给他这个大招，给的太完美了，曾经挡掉了非常多东方太一的伤害。有人再咬，李白能不能刷出个大招？拉出来收掉一人，但刘邦这里可能还是走不了，能不能再杀一个？拆塔再杀，非常漂亮。闪现。这样的话，刘邦有一点没办法，都有灵活面具，3-02的一个数据。让飞啊！他这个位置很漂亮，转身一转，转死一个，再突掉，直接是秒掉两自血，直接被先夏天先被击杀。刘邦交出闪现，转身反粘，伊普特里可能走不太了，再被阿泰这边粘住，再来一个被直接撞死的锋芒毕露，剩了一个 Dawn， 被五个人围殴，看着真的是很难受。那走不掉，还剩老夫子一人，零换四。对，这样的情况下